起，昨晚上一见面我就喜欢你，可是从阿长起我就觉得你不简单。什么不简单？刚才在马场你就碰遍了我的口袋。那你为什么还来呢？幸亏来，忠厚老实，比你外形更美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我，芳菲。有什么好告诉的？比如，你跟你叔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问了，你走了。我不走，你讲吧。